魔退散。一头战死。哎，叫金身，我有金身，好吗？这是什么预判？我们要集火秒一个，秒完就跑。我们可以集火秒一个，秒完就跑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秒一个，石头人撞一个，寒冰不要上，我和派克秒完就跑。待会儿别急别急，等对面落单杀一个就立马跑，撞他！收到。你别撞地板呀，宝。没事，可以杀可以杀。哎呀，我们炮车呢？哪里需要我呢？双眼失明，丝毫不影响我追捕敌人。Double kill, rampage. 你坚持到我这儿来了。去，我来了。别克，我被爆杀了！我被爆杀了！我擦！我操！把他秒了吧，来来来，把他秒了。秒越他吗？就像我越你一样，那样越他就行了。OK。你不是被我阿木木越过吗？刺客，你都不知道怎么越你的吗？哈哈，太有画面了，好吧。好，都准备好了。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先等。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露头，他们露头，他们露头，我直接开杯。他们不会露头怎么办？他们走就走呗。我们在上峡外冲。再等露两个吧，再露两个。然后不露了。不露了，我操！我推打了，我推打，不露我推打。准备起，准备起，准备起，准备起。先锋没了，哎，先锋呢？先锋呢？但是这波总体来讲，两个人支援过来的时候，无论是 Barry 找到自己的战场，这个经验的效果，刚那个闪现直接来了波夜蓝瑶，很谨慎，第一时间。没有选择上线，但是 VN 出来了。这波队友盲僧在来路上，盲僧在来路上，马上到了。水晶哥想着等我一下。去，别克，去。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不然脚踹到了之后，方正直接留人，直接斩到，瞬间秒杀张延奇。去，故意的。但是果子的话有点急躁，然后就算了。到海底去吧。上午也需要去回防一下，大龙已然刷新。哎，小凯，小凯危险，要被包夹了，人很多。雷迪尔，哎，我是你的粉丝。抓我呀！闪现躲掉了关键性的一勾。杀了你，大家坐，联手。这波小凯，去。坏了，五个人来抓自己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牌面太大了。小法没死吗？哦，他们双杀死了，可以。这波看格文表演，我操！我去哪里了？血怒没断，血怒没断，吃果子，吃果子，回口血，吃果子，有机会操作。啊，都没吃了三个果子。好瞎指挥行吗？你做，吃果子是最好的。哎呀，你没大，主要你没大招了。哎，你减速不到我，你去鱼鱼岛还有射我，我兄弟，你去鱼鱼岛还有射我，我。敢不敢跟我比武比武？谁叫你手短呐、啊？谁叫你手短？那没办法呀。我他妈来了！你飞起来！哎，完蛋，他开大，他急了。他急了，他急了，他急了，那没办法，他急了。
加里奥。砍我砍我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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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，这波我没有出路，再来点伤害，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。我先杀一个，没给个视野吗？我还能杀的，杀两个，我有救赎，杀三个，杀四个，我有中亚，我有中亚，接龙，接龙，接龙。五杀 ，nice， 一波一波一波。